嗨，大家好！大家发现吗？现在双十一的活动不是在双十一那天搞了，都往前提了。哎呀，好多的网友粉丝问我，那你现在人好多双十一的活动都有了，咱的小零食现在有没有双十一的活动啊？我跟大家说啊，我提前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啊，就四天啊，从22号、23号、24号、25号，就这四天给大家争取了一个双十一提前的一个活动啊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大家都反复买的这个复购的这个西梅干啊，西梅干大家记得吗？我们以前也搞过活动是吧，这次的活动是买1500克的西梅干，也就是说三大袋啊，这样的袋，三大袋，这一袋是一斤啊，买三袋给大家送一盒黑芝麻饼，这个活动之前也搞过，但是呢就那一次，哎呀好多网友都说再搞一次这样的活动行吗？这不正好就着双十一给大家哎争取下来这个活动了啊。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爱吃的那个小黄鱼酥啊，小黄鱼酥这次的活动是买5袋这个黄鱼酥啊，给大家多送一袋，这个成本特别高，这是咱们说实在的这个鱼的成本特别高，所以给大家送一袋这个，那品牌方啊，真是的舍不得。但是我说了，既然哈咱们是想那个在双十一回馈粉丝啊，咱们就给大家争取了多一袋啊，一共6袋的这个福利活动。好多的粉丝网友哈是那个我的新的粉丝，也是刚看我的视频。要以前的粉丝，我就不给大家尝了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以前分享过很多期，我呢今天给大家尝尝，让这些新粉丝朋友们哈也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，然后大家再下单。我也把他们的购买链接呢放在视频的下方，也放在我的橱窗里，大家随时可以去橱窗去下单。看这个西梅干，它是自然风干的啊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，Q 弹软糯，它是零脂肪零蔗糖的啊，这一袋儿哈是500克。你看配料很简单，仅西梅啊，拒绝乱添加。这里边这一斤里边哈有2小包啊，这是半斤一包，里面有2包。真是 Q 弹软糯的啊 ，Q 弹软糯，而且它是酸酸甜甜的，不是很酸。甜也不是很甜，特别适合老年人吃。如果老年人的牙实在是不好了啊，可以搁在水里泡着吃啊，给它泡大了以后把水喝掉，再把咱们这个西梅干给它吃掉就可以。我再给大家尝尝咱们那个黑芝麻饼，这是赠品啊。黑芝麻饼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那个高蛋白含高钙的啊，给大家尝尝，又酥又脆又香的，黑芝麻香香的，里边有蜂蜜，还有鸡蛋，还有咱们这个黑芝麻，所以它吃到那个嘴里那口感特别好。这个西梅干和这个赠品啊，黑芝麻饼都特别的好吃啊！最后给大家尝尝咱们这个黄鱼酥啊，我给大家尝尝小黄鱼酥，你看，掐头去尾啊，没头没尾，而且呢，那个肚子那儿特别干净啊，连那个骨头都是酥的，大家看看，我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爱吃这小酥鱼。拿它当零食吃可以，也可以当下酒菜啊。我就特别爱追剧的时候啊，吃这小零食。好了，不管是西梅干还是黑芝麻饼，还是这个黄鱼酥，这是我都吃了2年多的小零食，没有吃腻。每次吃完以后哈，我还要下单。